这个都不用看了啦，直接练吧。干绿色的应该跑绿的，果然。海神也弄下去嘛，对不对？谢小千晚安。红色的，哎，这什么光啊？这是蓝的吧？这蓝的，这边应该有红的吧？干那么多把，仓库还有哎。哦，中了！干，这么快就中红哦！一两红，哇！现在红光不会骗人哎，哎，现在红光不会骗人了，对不对？冰杖应该有个四五千吧，是不是？练起来啊，各位！圆梦大师没有啊，机体提升师啊，那不是圆梦，他没有梦啊。他梦都达成了，他是忍者啊，只是帮他消仓库消一消啊，他东西太多了。圆梦大师是爷爷，不是我。今天会有几红啊？啊？哎，对，我们来调查一下好了，目前一红了。炼金会有几红？已经一红了嘛？一红，一红，两红，三红，三红以上，来，请选择，来继续。我觉得应该至少两红啊，所以看这个光完全都没有用了嘛，吼，就直接开了，立踢。炼金哦，我大概一年没有看过红的吧，我一年没有看过红的，所以我之前都不练了。等一下看一下几率好了，看几趴，我记得很低啊，红色机，哎呦，大力界，看他大力界，这个是材料，哦，成功几率这边。红装不止4%嘛，啊，红装嘞，红装0.01耶，看那么低哦，大力界这种0.01啊，啊武器0.3、0.4，红龙甲嘞，红龙甲只有0.002哎，干好低哦，低到靠背，三红哦。不知道，练看看。等一下，零下绿色的没有绿色的，0.002那个也只能卖30,000附近的、啊，加上30,000多卖不掉。那个地龙红色的30,000多啊。腐蚀我觉得应该有4到5颗啦。腐蚀应该有4到5颗啊、欸！为什么这个是我电脑烂吗？为什么这个还要读取？我今天打去原价，他说不能取消啊，因为他们已经在组装了，只能叫他快一点。没，立体需要吗？我先领仓库的，仓库还有。他们说我那个不需要用到钱，好像没那么简单哎。再一红，整线整得很丑，是哦，还要整线哦，那个不是本来就绑起来了。还要整线，
哦，干，不会用这种，哎、欸，红龙，红龙，干，我以为红龙哎、欸，哇，这个炼金会赚钱哎、欸，我操，这么好练的吗？而且都武器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看，你看刚才真的出那个3万的不得了啦！啊，不是不是红龙甲，地龙甲。现在跑红色就是一定红色的。干0.多%有那么好练吗？操！这有那么好练吗？看到鬼哦、喔！那炼金就可以赚钱啊！来那边打宝干嘛？这趴树有问题啊！这主人开心吗？0.多%呢？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来，继续继续，太扯了吧！哦，看一下，你们可以再选啊，意见调查。干，这三角，不死，4%，不死是还好啦，4%。现在台子软哦。27%选三红，结束。见鬼啦！见鬼了！专门炼金在赚钱，但是你要有一笔，要有一笔钻石啊，要一笔蓝装啊。来，我们再快练完了，练完了我们再练。强化值应该是不影响啦，强化值只有些微影响纪律。这账号有毒，练上百次没看过吼，我也是今天才看到啊，我自己练我也看不到啊，太扯了，才练几次而已就两吼，太扯了吧。奈米克应该卖掉啦，不要拼紫啦，紫色紫色丁丁是有练过啦，我没有练过。哎、欸，我要不要先存仓？我怕练到、欸。先存仓好了。来来，目前写一下战绩啊。我们写一下战绩啊。两红嘛哦，两红。Two red。目前战绩两红，来继续哦，还很多，还很多。过一红装炼金有4%可以种植，干4%很低耶，4%又没有很高，4%25次才会中一次。等一下，全部把它领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不知道忍多久，这些人装他不知道忍多久。哎、欸，满了，这起码等一年多吧。红色的，绿色的，这个好像腐蚀哦，这是不是腐蚀？哎、欸，腐蚀这么好练哦，干，那我也要来练了，是不是搞错什么？腐蚀有这么好练？那个一看就是腐蚀啊，两颗腐蚀了。我自己也练不到啊，为什么练它那么好练？见鬼啊、喔！哎、欸，这一件有价哎、欸，这一件100，要不要这一件留起来好了？这件斗篷好像100多钻。哎、欸，没有绿装了，所以红色的颜色不会骗人嘛？它出红色就是红色嘛，不会骗人。等一下，我领一下。哎、欸，七铁库不领，哎、欸，没有绿装哎、欸。
会骗人，可是我刚刚红色都出红啊。没绿装，我拉交易所，还是你仓库有？会骗人，坚持下去。是白鬼啦。你们是不是现在也在炼金啊？你们是不是也在炼金？提前庆祝经济成功哦！我觉得你还是少幻想。我是要提前庆祝你要转卡，都不出了。看到还是会想弄啊！哦，红的吗？红的吗？红的吗？第三红，这个比较没价。哎，出红就红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唱。那怎么说有人说会例外？出红就红呢？这个比较没价。